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佛告大会：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大会，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实，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大会，如甚至有性自性，甚知、甚见、甚慧眼，如是性自性之。大会白佛言：若使如甚，以甚知、甚见、甚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之，非如愚夫妄想。世尊，云何愚夫离世妄想，不觉甚性是故？世尊，彼亦非颠倒，非不颠倒，所以者何？为不觉甚是性自性故，不见离有无相故。世尊，甚亦不如是见，如是妄想，不以自相境界，为境界故。世尊，彼亦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现，不说因无因故，为惰性相见故。亦境界，非如彼等，如是无穷过。世尊，不觉性自性相故。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实之妄想。世尊，妄想亦自性相异。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想。彼云何个个不妄想？愚夫不如实知，然为众生离妄想故。说如妄想相不如实有，世尊何故遮众生有无见？是自性寂者，甚至所行境界寂者，堕有见。说空法非性，而说甚至自性是。佛告大会：非我说空法非性，亦不堕有见。说甚至自性是，然为令众生离恐怖惧故。众生无始以来记着性自性相，甚至是自性记者相见，说空法。大会，我不说性自性相。大会，但我住自得如实空法，离惑乱相见，离自心现性非性见，得三解脱，如实应所应于性自性的原自觉观察住，离有无是见相。复次大会，一切法不生者，菩萨摩诃萨不应立世宗，所以者何？为宗一切性非性故，即彼因生相故，说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则坏，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坏者，以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坏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说则坏。大会，有无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无相不可得？大会，若使彼宗不生，
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坏，以有无性相不生故，不应立宗。五分论多过故，辗转因异相故，即未作故，不应立宗分。为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无自性，不应立宗。大会，然菩萨摩诃萨说一切法如幻梦，性现不现相故，即见觉过故，当说一切法如幻梦性，除畏于夫，离恐怖惧故。大会，于夫堕有无间，莫令彼恐怖，远离摩诃眼。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曰：无自性，无说无事，无相续，彼于夫妄想如死尸恶绝。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智净魔所生性缘所成就。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彼宗因生故，觉者悉除灭。譬如一目视望见垂法相继者，性亦然于夫邪妄想。施设于三有无有是自性，施设是自性思维起妄想。相是设言教亦乱及正调，佛子能超出远离诸妄想。非水水相受思从可爱生于夫，如是或甚见则不然。圣人见清净三脱三昧身远离于生死由行魔所谓。修行无所有亦无性非性，性非性平等从事生胜果。云何性非性，云何未平等，为彼心不知内外即飘动。若能坏彼者心，则平等见。尔时大会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如攀缘事，智慧不得，是施舍量，建立施舍，所摄受非性，摄受亦非性，以无摄故，智则不生，为施舍名耳。云何世尊？为不觉性自相共相，亦不异故，智不得耶？为自相共相，种种性自性相，隐蔽故，智不得耶？为山岩石壁的水火风障故，智不得耶？为极远极近故，智不得耶？为老小盲明诸根不具故，智不得耶？世尊，若不觉自共相异不异，智不得者，不应说智，应说无智，以有事不可得故。若复种种自共相性自性相，隐蔽故智不得者，彼亦无智，非是智。世尊，有耳言故智生，非无性慧耳言，故名为智。若山岩石壁的水火风，极远极近，老小盲明诸根不具，智不得者，此亦非智，应是无智，以有事不可得故。佛告大会：不如是，无智，应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引复说攀缘事，智慧不得，是施舍量建立，觉自心现量，
有无有，外性非性，智而是不得，不得故，至于而言不生，甚三解脱，智亦不得，非妄想者，无始性非性，虚伪习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故于外事处所相信作是性，妄想不断，自心限量建立，说我我所相，摄受记者，不觉自心限量，于智而言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观察不得，依于断见。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有诸攀缘是智慧不观察此无智非智是妄想者说，于不亦相信智慧不观察障碍及远近是名为邪智？老小诸根明而智慧不生而时有而言是亦说邪智。复次大会，愚痴凡夫，无始虚伪，恶邪妄想之所回转，回转时自宗通，即说通，不善了之者自心现，外性相故者方便说，于自宗四句清净通相，不善分别。大慧白佛言：诚如尊教，唯愿世尊为我分别说通及宗通，我即于菩萨摩诃萨善于二通，来世凡夫声闻缘觉不得其短。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三世如来有二众法通，未说通即自宗通，说通者为随众生心之所应，为说种种众聚契经，是名说通。自宗通者为修行者离自心现种种妄想，为不堕一意，具不具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识，自觉甚净，离因尘见相，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堕二边者所不能知。我说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即说通相，汝即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为我二种通宗通及言说说者受同盟宗位修行者。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时说言，世间诸论种种便说，甚勿习尽。若习尽者，摄受贪欲，不摄受法。世尊何故作如是说？佛告大慧：世间言论种种具味，因缘譬喻，采习庄严，又引狂惑愚痴凡夫，不入真实自通，不觉一切法妄想颠倒，堕于二边，
凡愚痴惑而自破坏，诸趣相续不得解脱，不能觉知自心限量，不离外性自性，妄想记者。是故世间言论种种辩说，不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狂惑迷乱。大会是提还因广解众论，自造生论。彼是论者，有一弟子持龙形象，亦是天宫建立论宗，要坏地势千福之轮，随我不如，断一一头，以谢所趋。做事要以即以事法，摧伏地势，是堕复处，即坏其轮，还来人间。如是大会，世间言论因辟庄严，乃至畜生亦能以种种具位，或比诸天及阿修罗者生灭见，而况于人。是故大会，世间言论应当远离，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习进。大会是论者，为说深觉境界而已。大会彼是论者，乃有百千，但于后时后五十年，当破坏结集，恶觉因见甚故，恶弟子受。如是大会是论破坏结集种种具位，因辟庄严，说外道事者自因缘，无有自通。大会彼诸外道无自通论，于于是论广说无量百千世门，无有自通，亦不自知，愚痴是论。尔时大会白佛言：世尊，若外道是论种种具位因辟庄严，无有自通，自是记住者，世尊亦说是论，为种种一方诸来会众天人阿修罗广说无量种种具位，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说数耶？佛告大会：我不说是论，亦无来去，唯说不来不去。大会来者去聚会生，去者散坏，不来不去者是不生不灭。我所说不堕是论妄想术中所以者何？为不记者外性非性，自心现处，二边妄想所不能转，相近非性，觉自心现，则自心现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无想无作，入三脱门，名为解脱。大会我念一时于一处住，有事论婆罗门来议我所，不请空闲，便问我言渠谈一切所作耶？我时答言：婆罗门一切所作是出世论。彼复问言：
一切非所作耶？我复报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论。彼复问言，一切常耶？一切无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我实报言。是六世论。大会，彼复问我言，一切义耶？一切义耶？一切具耶？一切不具耶？一切因种种受身现耶？我实报言。是十一世论。大会，彼复问言，一切无迹耶？一切有迹耶？有我耶？无我耶？有此事耶？无此事耶？有他事耶？无他事耶？有解脱耶？无解脱耶？一切刹那耶？一切不刹那耶？虚空耶？非数灭耶？涅槃耶？瞿昙作耶？非作耶？有中因耶？无中因耶？大会，我实报言，婆罗门，如是说者，悉是世论，非我所说，是汝世论。我为说无始虚伪，妄想习气，种种诸恶，三有之因，不能觉知自心限量，而生妄想攀缘外性，如外道法，我诸根意，三合至深，我不如是。婆罗门，我不说因，不说无因，唯说妄想摄所摄性，施摄缘起，非汝所及于堕受我相续者所能觉知。大会，涅槃，虚空，灭，非有三种，但数有三耳。复次大会，尔时是论婆罗门，复问我言，痴爱业因故，有三有耶？为无因耶？我实报言，此二者，亦是世论耳。彼复问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我复报言，此亦是论。婆罗门，乃至一流妄计外尘，皆是世论。复次大会，尔时是论婆罗门，复问我言，婆有非是论者不？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说种种具位，因缘譬喻庄严。我复报言，婆罗门，有非汝有者，非位非宗，非说非不说种种具位，非不因辟庄严。婆罗门言，何等位非是论，非非宗，非非说，我实报言，婆罗门，有非是论，汝诸外道所不能知，已于外性，不时妄想虚伪记着故，为妄想不生，觉了有无自心限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尘，妄想永习，是名非是论。此是我法，非汝有也。
婆罗门。略说彼时，若来若去，若死若生，若乐若苦，若逆若见，若处若者，种种相。若和合相续，若受若应记者，婆罗门。如是等彼皆是汝等事论，非是我有。大会是论婆罗门作如是问，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辞而退，思自通处，作是念言：沙门世子出于通外，说无声无响无音，觉自妄想现，妄想不生。大会，此即是汝相所问我，何故说习尽世论，种种便说，摄受贪欲，不摄受法。大会白佛言：世尊，摄受贪欲及法，有何惧意？佛告大会：善哉善哉，汝乃能为未来众生思维咨问如是句意，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会：所谓贪者，若取若舍，若处若位，细者外尘，多二边见，复生苦因，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诸患，皆从爱起。思由习尽世论，即世论者，我即诸佛，说明为贪。是名摄受贪欲，不摄受法。大会，云何摄受法？为善觉之自心现量，见人无我，即法无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下单地，离心意意识，一切诸佛智慧灌顶，具足摄受，实无尽具于一切法，无开发自在，是名为法。所谓不堕一切见，一切虚伪，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边。大会，多有外道痴人堕于二边，若长若短，非狭慧者，受无因论，则起常见外因坏，因缘非性，则起断见。大会，我不见生住灭故，说明为法。大会，是名贪欲及法，汝及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既言：一切世间论外道虚妄说妄见作所作彼，则无自宗。唯我一自宗离于作所作，为诸弟子说远离诸世论。心量不可见不观察，二心摄所摄非性断常，二距离乃至心流转世，则为世论妄想不转者，是人见自心来者为世身，去者是不现明了知去来妄想不复身。有常即无常所作魔所作，此事他事等思皆是论通。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为何等法？名为涅槃。而诸外道各起妄想。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如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随顺涅槃。大慧白佛言：为然受教。佛告大慧：或有外道，应戒入灭，境界离欲，见法无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来现在境界，诸受因尽，如灯火灭，如种子坏，妄想不生，思等于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见坏，名为涅槃。大慧，或以从方至方，名为解脱。境界想灭，犹如风止。或复以觉所觉见坏，名为解脱。或见常无常，作解脱想。或见种种相想，招致苦声音，思维始矣。不善觉知自心现量，不畏于相，而见无相，深深爱悦，作涅槃想。或有觉知内外诸法，自相共相，去来现在，有性不坏，作涅槃想。或为我人、众生、寿命、一切法坏，作涅槃想。或以外道、恶烧智慧，见自性即是夫，彼二有间，是夫所出，名为自性。如明出彼，求那转变，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或为福非福尽，或为诸烦恼尽，或为智慧，或见自在，是真实作生死者，作涅槃想。或为辗转相生，生死更无余因，如是即是记者因，而彼愚痴不能觉知，不知故，作涅槃想。或有外道言的真谛道，作涅槃想。或见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义，具不具，作涅槃想。或见自性所起，孔雀文采，种种杂宝，吉利次等性，见以作涅槃想。大慧，或有觉二十五真实，或王守护国，受六德论，作涅槃想。或见十世作者，十劫世间，如是觉者，作涅槃想。或为性，或为非性，或为知性非性，或见有觉，与涅槃差别，作涅槃想。有如是彼种种妄想，外道所说，不成所成，智者所弃。大慧，如是一切悉堕二边，作涅槃想。如是等
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无，若生若灭。大会，彼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论，智慧观察，都摩所立，如彼妄想，心意来去，飘驰流动，一切无有得涅槃者。大会，如我所说涅槃者，为善觉知自心现量，量有四种：一现见，二彼知，三譬喻，四先圣相传。彼外道于四度量悉皆不成也，不着外性，离于四句，见如实处，不随自心现，妄想二边，设所设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见所成，于于真实，不应设受，弃设彼矣，的自觉圣法，知二无我，离二烦恼，净除二障，永离二死，上上帝，如来的如影幻等，诸生三昧，离心意意识，说明涅槃。大会，汝等及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当即远离一切外道，诸涅槃见。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外道涅槃见，各个起妄想思，从心想生，无解脱方便。于于复复者，远离善方便，外道解脱想解脱终不生。众智各意去外道所见通，彼悉无解脱于痴妄想故。一切痴外道妄见作所作有无有评论，彼悉无解脱。凡娱乐妄想不闻真实慧言语，三苦本真实灭苦因。譬如镜中相虽现而非有余，妄想心境于夫见有二，不识心即缘则起二，妄想了心即境界，妄想则不生。心者即种种远离相所相视现而无现，如彼于妄想。三有为妄想外意悉无有妄想种种现，凡于不能了。经经说妄想中不出于名，若离于言语亦无有所说。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三，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四，诵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意，一切佛语心品之四。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三藐三佛陀，我即于菩萨摩诃萨，善于如来自性，自觉觉他。佛告大会：自所欲问，我当为汝随所问说。大会白佛言：世尊，如来应功等正觉未作耶？为不作耶？为是耶？为因耶？为相耶？为所相耶？为说耶？为所说耶？为觉耶？为所觉耶？如是等词句，为义为不义。佛告大会：如来应功等正觉，于如是等词句，非是非因，所以者何？具有过故。大会，若如来是是者，或作或无常，
无常故，一切是应是如来。我及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无所得故。方便则空，同于兔角。班大之子以无所有故，大慧若无是无因者，则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出于四句。四句者，是世间言说。若出四句者，则不堕四句。不堕故，智者所取，一切如来具意亦如是。慧者当知，如我所说一切法无我当知此意，无我性，是无我，一切法有自性，无他性，如牛马。大慧，譬如非牛马性，马牛性，其实非有非无，彼非无自相。如是大慧，一切诸法非无自相，有自相，但非无我于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当如是知。如是如来语音，非亦非不亦，若不亦因者，应是无常。若一者，方便则空，若二者，应有异，如牛角，相似故不异，长短差别故有异，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牛右脚亦左脚，左脚亦右脚，如是长短种种色，各个异。大慧，如来于因介入，非亦非不亦，如是如来解脱，非亦非不亦，如是如来以解脱明说。若如来亦解脱者，应色相成，色相成故，应无常。若不异者，修行者得相，应无分别，而修行者见分别。是故非异非不异，如是至极而言，非异非不异。大慧，至极而言非亦非不亦者，非常非无常，非作非所作，非有味非无味，非觉非所觉，非相非所相，非因非亦因，非说非所说，非亦非亦，非聚非不聚，非亦非亦，非聚非不聚故，悉离一切量。见闻觉识实名为量，离一切量，则无言说；无言说，则无生；无生，则无灭；无灭，则寂灭；寂灭，则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则无是无因；无是无因，则无攀缘；无攀缘，则出过一切虚伪；出过一切虚伪，则是如来；如来则是三藐三佛陀。大慧，是名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者，离一切根量。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
而说既言。昔离诸根量无是亦无因以离觉所觉亦离相所相。因缘等正觉一意莫能见若无有见者云何而分别。非作非不作非是亦非因非因不在因亦非有余杂。亦非有诸性如彼妄想见当知亦非无此法法自耳。以有故有无以无故有有若无不应受若有不应想。或于我非我言说量流连神逆于二边自坏坏世间。解脱一切过正观察我通是名为正观不悔大导师。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修多罗摄受不生不灭。又世尊说，不生不灭是如来一名。云何世尊为无性故？说不生不灭，为是如来一名。佛告大慧，我说一切法不生不灭，有无品不现。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则摄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唯愿未说。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大慧白佛言，为然受教。佛告大慧，我说如来非无性，亦非不生不灭摄一切法，亦不待缘故不生不灭，亦非无意。大慧，我说一生法生如来名号，彼不生者，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七住菩萨非其境界。大慧，彼不生即如来一名。大慧，譬如因陀罗世家布兰陀罗如是等诸物，一一个有多名，亦非多名而有多性，亦非无自性。如是大慧，我于此娑诃世界，娑诃一言能忍，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渔夫悉闻，各说我名，而不解我如来一名。大慧，或有众生知我如来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觉者，有知导师者，有知广导者，有知一切导者，有知仙人者，有知犯者，有知皮纽者，有知自在者，有知圣者，有知迦毗罗者，有知真实边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生者，有知无生者，有知无灭者，有知空者，有知如如者，有知地者，有知实际者，有知法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知不二者，有知无相者，有知解脱者，有知道者，有知一生者。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不增不减，此即于世界
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彼诸渔夫不能知我，堕二边故，然昔恭敬供养于我，而不善解之词句意趣，不分别名，不解自通。记这种种言说章句，于不生不灭，作无性想，不知如来名号差别，如因陀罗世家，不兰陀罗，不解自通，会归终极，于一切法随说记者，大会彼诸痴人作如是言，亦如言说，亦说无意，所以者何？为亦无生故，言说之外更无余意，为止言说。大会彼恶烧至，不知言说自性，不知言说生灭，亦不生灭。大会一切言说堕于文字，亦则不堕，离性非性故，无受身，亦无身，故大会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大会若有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会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意一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会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若无者，谁说为谁？是故大会菩萨摩诃萨摩者言说，随宜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依故。我及诸佛为彼种种义解众生而说诸法，令离心意义事故，不为得自觉圣智处。大会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依于意，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亦不能觉他，堕恶见相续，而为众说不善了之。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亦不知章句，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性意，彼则能以正无相乐而自娱乐，平等大乘，建立众生。大会摄受大乘者，则摄受诸佛菩萨缘觉声闻。摄受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者，则摄受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者，则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则佛种不断。佛种不断者，
则能了知的殊胜入处。知的殊胜入处，菩萨摩诃萨常的化身，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现众色相，通达众生行类希望烦恼诸相，如实说法，如实者不异，如实者不来不去相，一切虚伪习是名如实。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应摄受，随说记者，真实者，离文自故。大慧如谓渔夫，以指指物，渔夫观止，不得实意，如是渔夫随言说止，摄受记者，至敬不舍，终不能得，离言说止第一十义。大慧譬如婴儿，应时熟食，不应时生，若时生者，则令发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灭，不方便修，则谓不善。是故应当善修方便，莫随言说，如是指端。是故大慧于真实义，当方便修。真实义者，微妙寂静，是涅槃音。言说者，妄想何？妄想者，即生死。大慧实义者，从多闻者得。大慧多闻者，为善于义，非善言说。善义者，不随一切外道经论，身自不随，亦不令他随，是则名曰大德多闻。是故欲求义者，当清净多闻。所谓善义者，当清净多闻所谓善义，与此相违记者言说，应当远离。尔时大慧菩萨复成佛威神而白佛言：世尊，世尊显示不生不灭，无有其特，所以者何？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灭，世尊亦说虚空非数缘灭，即涅槃界不生不灭。世尊，外道说因生诸世间，世尊亦说无明爱业妄想未缘生诸世间，彼因此缘名差别耳。外物因缘亦如是。如是世尊与外道论无有差别，为成圣妙自在众生主等，如是久悟，不生不灭。世尊亦说一切性不生不灭，有无不可得。外道亦说四大不坏自性不生不灭，四大常是四大乃至周流诸趣不舍自性。世尊所说亦复如是。是故我言无有其特，唯愿世尊为说差别所以其特，胜诸外道。若无差别者，一切外道皆亦是佛。
以不生不灭故。而世尊说，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无有是处。如相所说，一世界中应有多佛，无差别故。佛告大会，我说不生不灭，不同外道不生不灭，所以者何？彼诸外道有性自性的不生不变相，我不如是堕有五品。大会，我这里有五品，离生灭，非性，非无性，如种种幻梦现故，非无性，云何无性？为色无自性相摄受，现不现故，摄不摄故，以是故，一切性，无性非无性，但觉自心现量，妄想不生，安隐快乐，世事永习，愚痴凡夫妄想作事，非诸贤圣不识妄想，如前踏婆城，即幻化人。大会，如前踏婆城即幻化人，种种众生，商贾出入，渔夫妄想，未真出入，而实无有出者入者，但彼妄想故。如是大会，愚痴凡夫岂不生不灭？彼亦无有有为无为，如幻人生，其实无有若生若灭，性无性，无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离于生灭。愚痴凡夫堕不如实，起生灭妄想，非诸贤甚不如实者，不尔。如性自性妄想，亦不异。若异妄想者，即这一切性自性，不见寂静。不见寂静者，终不离妄想。是故大会，无相见甚，非相见。相者，受声音，故不甚。大会，无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灭。我说涅槃。大会，涅槃者，如真实意见。离先妄想心心术法，逮得如来自觉甚至，我说是涅槃。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既言，灭除彼身论建立不生意，我说如是法，愚夫不能知。一切法不生无性无所有，干踏婆幻梦有性者无因。无生无自性何因空当说以离于和合觉之性不现。是故空不生我说无自性为一和合性现而非有。分析无和合非如外道见梦幻及垂法野马干踏婆。世间种种是无因而相现者浮有因论声唱无声意。声唱无声者法流永不断炽然无因论恐怖诸外道。尔时大会以偈问曰，云何何所因所以何故生于何处何何而作无因论。尔时世尊复以偈答，观察有为法非无因有因，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尔时大会说偈问曰，
云何谓无声为是无性耶？为故是诸缘有法名无声，名不应无意为未分别说。尔时世尊复以记答：非无性无声亦非故，诸缘非有性而名，名亦非无意。一切诸外道声闻及缘觉七住非境界，是名无声相。远离诸因缘，亦离一切事，唯有唯心住想所想距离。其身随转变，我说是无身无外性，无性亦无心摄受。断除一切见，我说是无身如是无自性空等应分别。非空故说空，无身故说空，因缘数合合则有生有灭。离诸因缘数无别有生灭，舍离因缘数更无有异性。若言一意者，是外道妄想有无性不生，非有亦非无。除其数转变是悉不可得，但有诸俗数辗转未勾索，离彼因缘所生亦不可得，生无性不起离诸外道过。但说缘勾索凡愚不能了，若离缘勾索别有生性者，是则无因论破坏勾索，亦如灯显众相勾索现若然。是则离勾索别更有诸性无性无有生如虚空自性。若离于勾索会魔所分别，复有于无生贤圣所得法。彼生无生者，是则无生忍。若使诸世间观察勾索者，一切离勾索从事的三昧痴爱诸业等，是则内勾索散碎泥团轮种子等名外，若使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勾索意识，则不成就。若生无自性，彼为谁勾索辗转相生？故当知因缘意识生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勾索意识，则不成就。兼师宣动法凡于生妄想离数无异法，是则说无性如医疗重病无有若干论，以病差别故未设种种治我，为彼众生破坏诸烦恼知其根优劣，为彼说度门非烦恼根意而有种种法，唯说一乘法，是则为大乘。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无常妄想。世尊亦说一切行无常，是生灭法，此意云何？为邪为正，为有几种无常？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种无常，非我法也。何等为七？必有说言：作已而舍，是名无常；有说行处坏，是名无常；有说即色是无常；有说色转变中间，是名无常；无见自知散坏，如乳酪等转变中间不可见，无常毁坏一切性转；有说性无常，有说性无性无常；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大慧，性无性无常者，为四大即所造，自相坏，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彼不生无常者，非常无常，一切法有无不生，分析乃至为尘，不可见，是不生亦非生，是名不生无常相。
若不觉此者，堕一切外道，身无常意。大慧性无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无常性。所以者何？为无常自性不坏。大慧此是一切性无性，无常事，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如障瓦石，破坏诸物，现见各个不易，是性无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别。此事无常，此事是作所作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性。大慧一切性无性有因，非凡愚所知，非因不相似是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无常，是不相似事，作所作无有别异，而悉见有异。若性无常者，堕作因性相，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应无常，无常无常故，一切性不无常，应是常。若无常入一切性者，应堕三世，比过去色与坏聚，未来不生，色不生故，现在色与坏相聚。色者，四大机即差别，四大即造色，自性不坏，离异不异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一切三有，四大即造色，在所知有生灭，离四大造色，一切外道于何所思为无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离始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各个异相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彼无差别，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彼行处坏无常者，为四大即造色不坏，至净不坏。大慧净者，分析乃至为尘，观察坏四大即造色，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坏，行处坏现，堕在数论。色即无常者，为色即是无常，彼则行处无常，非四大。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数言说，世俗言说非性者，则堕世论。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转变无常者，为色异性现，非四大。如今作庄严句，转变现，非经性坏，但庄严句处所坏，如是于性转变等，亦如是，如是等种种外道，无常见妄想，火烧四大石，自相不烧，各个自相相坏者，四大造色应断。大慧
我法岂非常非无常？所以者何？为外性不决定故。唯说三有为心，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四大何会差别？四大即造色故。妄想二种是色所摄之二种妄想，离外性无性。二种见觉字，心现量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离心性无性妄想。世间出世间，上上一切法，非常非无常，不觉自心现量，堕二边二见相续，一切外道，不觉自妄想。此凡夫无有根本，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从说妄想生，非凡愚所觉。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既言：远离于始造及与行处异性与色无常外道于妄想，诸性无有坏大大自性住外道无常想没在种种见，彼诸外道等无若生若灭大大性自常何谓无常想？一切唯心量二种心流转摄受及所摄无有我我所。梵天为树根之条谱周遍如是我所说为是彼心量。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菩萨声闻缘觉灭证受次第相续，若善于灭证受次第相续相者，我即于菩萨终不妄舍灭证受乐门，不堕一切声闻缘觉外道愚痴。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佛告大会：六的起菩萨摩诃萨，即声闻缘觉入灭证受。第七的菩萨摩诃萨，念念证受，离一切性自性相证受，非声闻缘觉，诸声闻缘觉，堕有行摄所摄相，灭证受。是故七谛非念证受的一切法，无差别相，非分的种种相性，觉一切法善不善性相证受。是故七谛无善念证受。大会八的菩萨，即声闻缘觉心意意识妄想相灭。初的乃至七的菩萨摩诃萨，观三界心意意识量，离我我所，自妄想修，堕外性种种相，于夫二种自心摄所摄相无知，不觉无始过恶，虚伪习气所熏。大会八的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涅槃。菩萨者，三昧觉所持，是故三昧门乐，不般涅槃。若不持者，如来的不满足，弃舍一切为众生事，佛种则断。诸佛世尊，为是如来
不可思议无量功德，声闻缘觉三昧门，得乐所牵故，作涅槃想大会，我分布七地，善修心意一事相，善修我所摄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善似无碍，决定立三昧门第，次第相续入道品法，不令菩萨摩诃萨不觉自共相，不善七地，堕外道邪境，故立第次第大会，彼时无有若生若灭，除自心现量，所谓的次第相续，即三界种种行，渔夫所不觉，渔夫所不觉者，为我及诸佛说的次第相续，即说三界种种行，复次大会，声闻缘觉，第八菩萨地，灭三昧乐门罪所罪，不善自心现量，自共相，习气所障，堕人法无我，法摄受见，妄想涅槃想，非寂灭智慧觉。大会，菩萨者，见灭三昧门乐，本愿哀悯大悲成就，知分别时无尽惧，不妄想涅槃想，彼以涅槃妄想不生故，离摄所摄妄想，绝了自心现量，一切诸法妄想不生，不堕心意意识，外性自性相继者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随智慧生的如来自觉地，如人梦中方便渡水，为渡而觉，觉以思维，为正为邪，非正非邪，于无始见闻觉时，音响种种习气，种种行处，堕有无想，心意意识梦现。大会，如是菩萨摩诃萨，于第八菩萨地，见妄想生，从初地转进至第七地，见一切法如幻等方便，度摄所摄心妄想行矣，作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会，此是菩萨涅槃方便不怀，离心意意识的无生法忍。大会，于第一义无次第相续，说无所有妄想即灭法，尔时世尊欲众宣此义，而说即言心量无所有此住即佛的去来及现在三世诸佛说心量的第七无所有，第八二地名为住佛地名最甚，自觉至极尽此则是我的自在最胜处清净妙庄严，照耀如圣火光明悉遍至赤炎不坏木周轮化三有，化现在三有或有先时化于彼演说成皆是如来的时的，则为初初则为八的，第九则为七，七亦复为八，第二位、第三、第四位、第五、第三位、第六无所有何次。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
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未尝无常。佛告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非常非无常，为二俱有过。常者，有作主过。常者，一切外道说，作者魔所作。是故如来常，非常，非作常，有过故。若如来无常者，有作无常过。因所相，相无性因坏，则应断，而如来不断。大会，一切所作皆无常，如平一等，一切皆无常过。一切智，众具方便，应无异，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应是如来，无差别因性故。是故大会，如来非常非无常。复次大会，如来非如虚空常。如虚空常者，自觉甚至众聚，无异过。大会，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一意俱不俱，常无常过，故不可说。是故如来非常。复次大会，若如来无身常者，如兔马等脚，以无身常故，方便无益。以无身常过故，如来非常。复次大会，更有余事，知如来常。所以者何？为无见所得至常，故如来常。大会，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必定住。声闻缘觉，诸佛如来无见住，不住虚空，亦非于夫之所觉知。大会，如来所得智，是般若所熏。大会，如来非心意意识，彼诸因界入处所熏。大会，一切三有，皆是不实妄想所生。如来不从不实虚妄想生。大会，以二法故，有常无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静，一切法无二生相故。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非常非无常。大会，乃至言说分别生，则有常无常过。分别觉灭者，则离于夫常无常见。寂静慧者，永离常无常，非常无常熏。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众具无异者，身常无常过，若无分别觉，永离常无常。从其所立宗，则有众杂异等观自心量言说不可得。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更为我说因界入生灭，彼无有我，谁生谁灭。愚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识涅槃。佛言：善哉，谛听，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
为然受教。佛告大会：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变心造一切去生。譬如继而变现诸去，离我所，不觉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绝。记住作者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实藏，身无名住地，与其实俱如海浪生，长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其诸于实，有生有灭，亦亦是等，念念有期，因不时妄想，取诸境界，种种行处，记住名相，不觉自心，所现色相，不觉苦乐，不至解脱，名相诸缠，贪生生贪，若因若攀缘，彼诸受根灭，次第不生，除自心妄想，不知苦乐，入灭受想正受。第四禅，善真谛解脱，修行者作解脱想，不离不转，名如来藏十藏，七十流转不灭。所以者何？彼因攀缘诸实生故，非生闻缘觉修行境界，不觉无我，自共相摄受，身因介入，见如来藏，悟法自性，人法无我则灭的次第相续转进，于外道见，不能轻动，是名住菩萨不动地，得十三昧道门乐，三昧觉所持，观察不思议佛法自愿，不受三昧门乐，即实际向自觉胜去，不共一切声闻缘觉，即诸外道所修行道，得实贤圣种性道，即生至一生，离三昧行。是故大会，菩萨摩诃萨欲求圣境者，当进如来藏，即藏实名。大会，若无实藏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大会，然诸凡圣，悉有生灭，修行者自觉胜去，现法乐住，不舍方便。大会，此如来藏十藏，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尽，非诸如来。大会，如来者，现前境界，犹如掌中是阿摩勒果。大会，我于此意，以神力建立，令圣蛮夫人，极力至满足诸菩萨等，宣扬演说如来藏，即十藏名，与七十俱生，身闻记者，见人法无我，故圣蛮夫人成佛威神，说如来境界，非身闻缘觉，即外道境界，如来藏十藏。
为佛及于立智一义菩萨智慧境界，是故汝及于菩萨摩诃萨于如来藏十藏当勤修学，莫但闻觉坐之足想。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甚深如来藏而与七十俱二种摄受身智者则远离，如镜像现心无始习所熏，如实观察者诸事悉无事，如于见指月观指不观月记者名字者不见我真实心为功绩而亦如何记者五十位伴侣妄想观记众。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未说五法自性时，二种无我，究竟分别相，我及于菩萨摩诃萨于一切的次第相续分别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来自觉地。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大会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会：五法自性时，二无我，分别去相者为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来自觉甚去，离于断常有无等见现法乐正受住。现在前大会不觉彼五法自性时，二无我，自心现外性，凡夫妄想非诸贤。甚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诸贤？甚佛告大慧：愚夫记者俗数名相，随心流散流散矣，种种相相貌堕我我所见，希望记者妙色记者矣，无知负障身染者染者矣，贪慧所生业积极积极矣，妄想自缠如残作茧，堕生死海，诸去旷野如极井轮，以愚痴故不能知，如幻野马水月，自信离我我所，起于一切不实妄想离相所相，即生住灭，从自心妄想生非自在，时节为尘圣妙生于痴凡夫，随名相流。大会彼相者眼识所照，名为色；耳鼻舌身意识所照，名为声香味触法，是名为相。大会彼妄想者施设众名，显示诸相，如此不异，像马车不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大会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犹如过客，诸时不生，不断不长，不堕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之地。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
舍离二见，见利即诽谤，知名相不深，是名如如。大会菩萨摩诃萨住如如者的无所有境界故的菩萨欢喜地的菩萨欢喜的已永离一切外道恶趣，正住出世间去，法相成熟，分别幻等一切法，自觉法去向，离诸妄，见怪异象，次第乃至法云地，于其中间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的如来的以种种变化，圆照示现，成熟众生，如水中月，善就近满足时无尽具，为种种义解众生，分别说法，法身离义所作，是名菩萨入如如所得。尔时大会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为三种自性入于五法，为各有自相宗。佛告大会：三种自性，即八十二种无我，悉入五法。大会，彼名即相，是妄想自性。大会，若依彼妄想身心心法名具实身，如日光具，种种相个别分别持，是名缘起自性。大会，正智如如者不可坏故，名成自性。复次大会，自心现妄想八种分别为十藏，亦亦是即五十身相者，不时相妄想故，我我所二摄受灭，二无我身。是故大会，此五法者声闻缘觉菩萨如来自觉甚至诸的相续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复次大会，悟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大会，相者若处所形相色相等现，是名为相。若彼有如是相，名为平等，即此非愚，是说为名。师摄众名显示诸相平等心心法，是名妄想。彼名彼相，毕竟不可得，始终无觉，于诸法无辗转，离不时妄想，是名如如。真实决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是如相。我即诸佛随顺入处，普为众生如实演说，施设显示于彼，随入正觉，不断不长，妄想不起，随顺自觉甚去，一切外道声闻缘觉所不得相，是名正智。大会，是名无法，三种自性，八十二种无我，一切佛法
悉入其中。是故大会，当自方便学，亦教他人，勿随于他。尔时世尊欲众宣此义，而说偈言：五法三自性及与八种十二种无有我悉摄摩诃眼，名相须妄想自性二种相正智及如是，则未成相。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句，过去诸佛如恒河沙，未来现在亦复如是，云何世尊为如说而受，为更有余意，唯愿如来哀悯解说。佛告大会：莫如说而受，三世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过世间妄非辟所辟，以凡愚计常外道妄想，常养恶见，生死无穷，欲令厌离生死去转，今情甚禁锢，为彼说言。诸佛意见非如幽潭波华，难得见故，习方便求。有时复观诸受化者作事说言：佛难直喻如幽潭波华，幽潭波华摩以见今见当见，如来者世间悉见，不以见利自通故，说言如来出世如幽潭波华。大会，自见利自通者，过世间妄彼诸凡愚所不能信，自觉甚至境界，无以为辟，真实如来过心意意识所见之相，不可谓辟。大会，然我说辟佛如恒沙，无有过咎。大会，辟如恒沙，一切于鳖、书目摩罗、狮子象马、人兽践踏，沙不念言，必恼乱我，而生妄想，自性清净，无诸垢污。如来应功等正觉，自觉甚至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诸人兽等，一切恼乱，如来不念，而生妄想。如来既然无有念想，如来本愿以三昧乐安众生故，无有恼乱，犹如恒沙等无有意，又断贪慧故，譬如恒沙是地自性洁净，烧石烧一切地，而彼的大不舍自性与火大俱生故，其余渔夫做的烧响而的不烧，以火因故，如是大会，如来法身如恒沙不坏。大会，譬如恒沙无有限量，如来光明亦复如是无有限量，未成熟众生故，普照一切诸佛大众。大会，譬如恒沙别求一沙，
永不可得。如是大会，如来应功等正觉，无生死生灭，有因缘断故。大会，譬如恒河沙，增减不可得之。如是大会，如来智慧，成熟众生，不增不减，非生法故。生法者，有坏，如来法身，非是生法，如压恒煞，犹不可得。如是一切疾苦众生，逼迫如来，乃至众生，未得涅槃，不舍法界，自三昧愿乐，以大悲故。大会，譬如恒沙，随水而流，非无水也。如是大会，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涅槃流。是故说言如恒河沙，如来不随诸趣流转，趣是坏亦故。大会，生死本际，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说去？大会，去者断义，而愚夫不知。大会白佛言：世尊，若众生生死本际，不可知者，云何解脱可知？佛告大会：无始，虚伪过恶，妄想习气因灭，自心现之外意，妄想生转，解脱不灭，是故无边，非都无所有，未必妄想，作无边等一名。观察内外，离于妄想，无益众生。至极而言，一切诸法悉皆寂静，不时自心现妄想，故妄想生。若时则灭。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观察诸导师犹如恒河沙，不坏亦不去，亦复不究竟。是则为平等观察诸如来犹如恒沙等悉离一切过，随流而性常，是则佛正觉。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诸法刹那坏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刹那？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佛告大会：一切法者，为善，不善，无记，有味，无味，世间，出世间，有罪，无罪，有漏，无漏，受，不受。大会，略说心意意事，即习气，是五受因因，是心意意事习气，常养凡愚，善不善妄想。大会，修三昧乐，三昧正受，现法乐住，名为贤圣，善无漏。大会，善不善者，为八十。何等为八？为如来藏，名十藏，心意、意识，即五十身，
非外道所说。大会，五十生者，心意，意是具，善不善相，辗转变坏，相续留住，不坏生生，一生一灭，不觉自心现，次第灭，于时生，形相差别，摄受意识，五十句，相应生，刹那时不住，名为刹那。大会，刹那者，名实藏。如来藏亦具身，实习气刹那，无漏习气非刹那，非凡于所觉。记者刹那论，故不觉一切法刹那，非刹那，以断见，坏无畏法。大会，七十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大会，如来藏者，受苦乐，与因俱，若生若灭，四住地，无名住地，所罪，凡愚不觉，刹那见，妄想动心，复次大会，如金金刚，佛舍利的奇特性，终不损坏。大会，若得无见，有刹那者，甚应非甚，而甚未曾不甚。如金金刚，虽经结束，称量不减，云何凡愚？不善于我引复之说，于内外一切法，作刹那想。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六波罗蜜满足的成正觉，何等为六？佛告大慧：波罗蜜有三种分别，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大会，世间波罗蜜者，我所摄受记者，摄受二边，为种种受身处，乐色身香味触故，满足檀波罗蜜，戒忍精进，禅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即身梵天。大会，出世间波罗蜜者，身闻缘觉，堕摄受涅盘故，行六波罗蜜，乐自己涅盘乐。出世间上上波罗蜜者，觉自心现妄想量摄受，即自心二故，不生妄想，于诸趣摄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记者，为安乐一切众生故，身檀波罗蜜，起上方便，即于彼缘，妄想不生解，是施波罗蜜，即彼妄想不生忍，知摄所摄，是忏提波罗蜜，初中后业，精勤方便，随顺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梨耶波罗蜜，妄想熄灭，不堕声闻涅盘摄受，是禅波罗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二边，
先生转胜而不可坏的自觉胜去，是般若波罗蜜。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空无常刹那，渔夫妄想作如何灯种子而作刹那想，刹那习烦乱寂静离所作一切法不生我说刹那意，物生则有灭不畏愚者说无见相续性妄想之所熏，无名为其因心则从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相续次第灭于心随彼生不住于色时何所愿而生，以从彼生故不如时因生云何魔所成而知刹那坏。修行者正受金刚佛舍利光阴天宫殿世间不坏事，住于正法的如来智具足比丘的平等云何见刹那，甘闼婆换等色无有刹那于不识色等事之若真实。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尊即阿罗汉的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诸菩萨等无差别，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谁至佛道？从初的佛至般涅槃，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一摩所达，如来常定故，亦无虑，亦无察，化佛化作佛事，何故说时刹那辗转坏相，金刚力士常随侍卫，不施舍本际，现魔魔业恶业果报，沾遮摩那孙陀利女空波而出，恶业障现，云何如来的一切种智而不离诸过。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善哉世尊，为然受教。佛告大会：为无余涅槃故说，又进行菩萨行者故，此即于世界修菩萨行者，乐生闻成涅槃，为令离生闻成，尽向大乘，化佛受生闻记，非是法佛。大会：因是故，记诸声闻与菩萨不异。大会：不异者，声闻缘觉，诸佛如来烦恼障断，解脱一味，非智障断。大会：智障者，见法无我，殊胜清净；烦恼障者，先习见人无我断，其实灭；法障解脱，实藏习灭，究竟清净。因本住法故，前后非性，无尽本愿故，如来无虑无察而演说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无虑无察，四住地，无名住地，习气断故，二烦恼断，离二种死，觉人法无我，即二障断。大会：心意意识眼识等七刹那习气因，离善无漏品离，不复轮转。大会：
如来藏者，轮转涅槃苦乐因，空乱意大会，愚痴凡夫所不能觉。大会，金刚力士所随护者，是化佛耳，非真如来。大会，真如来者，离一切根量，一切凡夫声闻缘觉及外道根量熄灭的现法乐住，无见法智忍故，非金刚力士所护，一切化佛不从业身，化化佛者非佛，不离佛，因陶迦伦等众生所作相而说法，非自通处，说自觉境界。复次大会，于夫依七时生灭，起断见，不觉实藏故，起常见，自妄想故，不知本迹，自妄想会灭故，解脱四住地，无明住地，习气断故，一切过断。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三圣亦非成如来不磨灭一切佛所说说离诸过恶，为诸无见智及无余涅槃，又尽诸下列事故引复说：诸佛所起智及分别说到诸成非未成彼，则非涅槃。欲色有及见说是四住的意识之所起时宅意所住，亦及眼识等断灭说无常或作涅槃见而未说常住。尔时大慧菩萨以偈问言：彼诸菩萨等至求佛道者，酒肉及与葱饮食为云何？唯愿无上尊哀悯为演说渔夫所贪者臭秽无名称，虎狼所干是云何而可食食者生诸过不食为福善？唯愿为我说食不食罪福。大慧菩萨说偈问已，复白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食不食肉，功德过恶，我及诸菩萨于现在未来，当为种种希望食肉众生分别说法，令彼众生慈心相向的慈心已，各于住地清净明了，即得究竟无上菩提声闻缘觉，自得止息矣。亦复歹臣无上菩提恶邪论法，诸外道辈邪见断肠，颠倒记者，尚有遮法，不听食肉况复如来世间救护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会：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然我今当为汝略说。为一切众生从本以来辗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驴骡骆驼虎狗牛马人兽等肉，徒者杂卖故，不应食肉。
不尽气愤所生长故，不应食肉。众生闻气，悉生恐怖，如旃陀罗、吉檀婆等苟见憎恶，今不群吠故，不应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应食肉。凡于所事臭秽不尽，无善名称故，不应食肉。令诸咒术成就故，不应食肉。以杀生者见行起食身畏者故，不应食肉。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令口气臭故，不应食肉。多噩梦故，不应食肉。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不应食肉。令饮食无节量故，不应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不应食肉。我常说言，凡所饮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药想故，不应食肉。听食肉者，无有是处。复次大会，过去有王名狮子苏陀梭，食种种肉，遂致食人沉迷不堪，即便谋反断其俸禄，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不应食肉。复次大会，凡诸杀者为财利故，杀生屠犯，彼诸于吃食肉众生，以前未往而补诸肉。彼杀生者若以财物，若以钩网，取彼空行水陆众生，种种杀害屠犯求利，大会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余肉，以是义故，不应食肉。大会我有时说这五种肉，或至十种，今于此经一切种一切食，开除方便一切息断。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上摩所食，况食于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是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是故不听令食子肉。尔时世尊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曾昔为亲属彼会不尽杂不尽所生长闻气息恐怖，一切肉与葱及猪酒蒜等种种放一酒修行常远离，亦常离麻油及猪穿孔床以彼猪细虫于中极恐怖，饮食生放一放一生诸觉从觉生贪欲，是故不应食。由食生贪欲，贪令心迷醉，迷醉常爱欲，生死不解脱。为利杀众生以财往诸肉二俱是恶业，死堕教呼吁。若无教想求，则无三净肉，彼非无因有，是故不应食。彼诸修行者由是悉离远十方佛世尊一切咸喝，则辗转更相识死堕虎狼类臭秽可厌恶所生长于吃，
多生旃陀罗列施檀婆种或生陀夷尼及猪肉食性罗沙猫狸等，便于世中生复相与大云央觉利摩罗及此人家今我昔至断肉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喝则时已无惭愧深深常痴明先说见闻已已断一切肉妄想不觉之故生食肉处如彼贪欲过障碍甚解脱酒肉葱酒蒜息味甚道障未来世众生鱼肉鱼吃说言此尽无罪佛听我等时时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知足身厌离修行行起时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虎狼猪恶兽很可同游止若食猪血肉众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永被证解脱即为圣表相是故不应时的身犯智种及诸修行处智慧富贵家私由不食肉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第四